边被拎来哈，来，请大家尽量往后退哦。所来要来欢迎是咱淡水林家的议会哦，就着咱的这个林家哈，来率领所有政治的人员哦，的议会这个会员哦，啊，来赞扬着咱这次的哦，啊，把你我吼行政会上面送了祝福哦，了积极安的活动哦，来感谢所有吼林家这个啊的议会会员哦，啊，赞助本会公差。来，请大家往后退吼，来，等下后边吼啊，是这个大殿的前头要礼拜吼。好来，咱准备要来欢迎哦，是咱的这个淡水林家的年会哦，咱的这个飞龙团哦，啊，不简单哦，叫做飞龙团，代表咧因的这个人灵的技术不简单哦，人哦走个来飞的款哦，所以咧，请大家敬请来期待哦，咱的这个淡水林家的年会哦所进行的镜头哦，咱的这个林家的年会飞龙团来跟咱现场。好来哦，这个时候不用紧张，我们的灯光关掉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我们的飞龙团的哦，这个夜光龙的这个晋级哦。来，先给咱的这个歌声，跟咱的这个哦荧光灯请就位，来，请大家往后退，让我们的灯光车哦来就位哦，咱的这个看到哦，咱的这个飞龙团的这个影子哦，来，请大家往后退哦，来，让我们的车辆可以来回转哦。是要打上的这个一关灯，你看下来画面来看。哦，来左右两边到位的台的荧光灯哦，来打上荧光灯哦。好，那么这个沙架飞龙哦，跟兵在这边哦，电影车哦，那么这个月光龙的特效。来，请大家在最后一点来往后退，让我们车辆来前进哦。哎，必须要借助我们的灯光哦，才有办法来看到我们的这个飞龙团英姿。来，啊，再往后退一点哦，感谢大家配合。一样好，来加加几分钟吼，来掌声准备吼。好，来更加关注，最期待的会员，来给叶峰飞龙团掌声鼓励。
手加建哦，85岁的伟哥，后来就引着咱八里区，哦，今天呢，看到咱这个南瑞林家的聚会啊，就是咱的这个哦，三杯哦，夜光虫哦，咱的会员团在一起啊嘞，哦，来纪念的啊，就是海天村，后来呢，这个八里公哦，新聚会，后来呢，很多兄弟来组聚会哦，哎，我大家都过着一个无同款的中秋明天。再祝我们的这个淡水林家的聚会哦，安尼非常欢庆盛会。再组建了那些这些管理。
来的吼，啊来非常感谢，后来的赞助吼，每回三个月的激励，后来就了解，谢谢大家哦，啊这个那个富贵如来。感谢，谢谢，来感谢咱。